Hello，要跟大家分享嘴炮抱怨关于 Houdini Normal 的东西。就是说，你看这个正的 Normal 就是灰色的嘛，正的 Normal 就是灰色，反的 Normal 就是深蓝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启方向也是这样子嘛，正的就是正的，反的就是反的。好，这都很正确哈。先大家讲个最正确的节点，就是 Reverse。reverse 可以把正的变反的，反的变正的，哈，这些都是正确的。好，可是问题来了，你们看，这个是 vertex normal 的这个节点，啊，你看我按 reverse normal，哇，它就爆炸了，对，它就爆炸了。然后你会发现一个现象，它深蓝色还是深蓝色，可是它的 vertex normal 已经反了。对，其实这很合他的逻辑，对，就是这个逻辑搞我一段时间这样子，很烦，很正确哈。然后再看第二个案例给你们看，reverse normal 加上 vertex normal reverse 应该说 vertex normal 再加上 reverse normal，我靠，它也爆了，爆了，这次反过来，这次变成。深蓝色的反过来，那个原本是长这样，然后深蓝色的反过来，normal 的方向没变，对，所以我想跟你们解释的事情是，胡迪尼有很多种 normal，对，它有在 vertex 上面的，在 point 上面的，还有在 primitive，print 上面的，primitive 上面，然后。它甚至 primitive 自己本身还带一个 normal，对，我来 show 给你们看，甚至 primitive 自己本身还有一个 normal，我把这个关掉，对，然后呢，你要判断这个 primitive 本身的 normal 是什么，是正还是反呢？跟你讲，你只能用新版的这个。深蓝色去判断而已，这样子。好，我就这样，所以跟大家讲，就是胡迪尼有起码4种以上的 normal 在里面，point、vertex、primitive 跟 primitive 自己的 normal 这样子。对，好，就这样。